开了。好。沮丧。这个不能超多。不能超多，这个。今天是1月5号，又来到奔腾魔方。我们刚刚看到有一套火影的自制，不过它现在配率还不错，目前只出了一个 C 赏，还有两个 E， 然后大奖都还在。它现在有活动，就是如果你抽到星星累积点数，或是当天消费打95折，然后我们想说那先小抽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打95折啦。好，来吧。没错，直接抽吧。好，相信老板，品牌之术。谢谢了。谢到啊，完蛋了 ！C 赏已经被抽了。哎、欸，那至少快快，哎、欸，快了，再一张，我们就今天消费有95折。因为 A 赏其实蛮空的。哎呦，真的很空哎、欸，一点呢、欸，一撇呢、欸，不是这 A 赏吧？还是 I？ 我。哎呀，播了，现在一 G 一 I， 所以就还没有拿到今天的折扣。就是、现在要中大奖，或者是拿到一个 G， 连三咪，连三咪，哇，又有点空哎、欸，空 A 啊 ，A， 斜过一铁，啊、欸、，G 了 ，G 了，有信号，有信号。啊！我 H， 这个不能抽多，这抽多很可怕。大家要想抽一下的。我们现在四抽了，你不要开，不是要去大哥前面抽？你要在上面过三次，对啊，上次我就过三次啊，你的翅膀。这是第五抽，这一次，亏了，沮丧。哎，哎，你又来了，你又发作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4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哎，这没几抽的。怎么算没几抽？你是完了。第七抽。一起抽，杀生玩家死，直的或斜的，哎呦 B， 哎呦，直的有机会 ，PDF 都是直，弯的，哇，开了，今天咪牌之术好像失败，对啊，转，有尖尖的话就有，哇，圆的，哇，无心流老板费自己套十六刀，希望你真的可以费自己套，这样大家就会更想要来消费了。抽一个，你先给老板看啊。是啊，没有，还好，没有，还好。H， 哎、欸，不过 H 好像快 ，H 好像快到星号了。全村的希望，希望，希望。好，这张开哦。好。沮丧。老板，这样吗？但是像纸抽，什么都没中。这些都不要。删除法。从这里面选。不要选。当然选。我通常喜欢中间那张。好，通常吧。这张。一起撕吗？好。你中了吗？你中了吗？都没中，两个 H， 现在 H 也到门槛了。好了，来了，眯一下，尖尖的好不好？哇靠，太平了，对。啊！第十四抽，对，现在是第十四。我这个没中个 A， 好像不能停手的。我靠！还是 H 不会吧？真的是 H 耶！S
猪啦。第一张。太爽了。感觉。还是也去。三十一抽还有五个大奖，六分之一。三十一抽，五大奖。三十一抽还有五个大奖，A B 猪 F F 哎，你怎么这么会抽啊？所以这是卡比亚之术。卡比亚之术。你好，你好，直接开了。卡比亚之术。哎呦，有吗？好像有。有。冰场自来也，传说中的三人之一。对，这有八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六、十八。哦，还好十八中一只，然后加十七个盒玩。我们刚刚在第十八抽抽中了冰场自来也，剩三十抽。不要这张，一二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想好吗？还是要再拼关键一抽，没有 F 就算了。我中了一只 B， 然后我们有 H 跟 G， 都有星星。星星记号是额外的，十七个盒玩之外，然后再加上雷点的，然后是可以再加六个盒玩，这样是二十三个盒玩。刚刚抽到自来也，因为配率变得还不错。刚刚是抽十八抽，抽一抽。哦，一直抽一抽，好，一抽就中。怎么直直的？弯的就没了，平的，平的，哎呦，很空哦，圆的就没了，圆的就没了，圆的就没了，狙的啦。哎呀，手太长了。现在用手机的，够破坏掉了。信仰之抽，抽你个头了！哎。F 中了，中了，我们又中了一只 F 赏，还好抽到了，手鹤，对，手鹤这么大，老爸还没想好他要手鹤还是要鸣人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火影忍者总共就是抽了22抽，中了自来也，然后跟一个 F 赏，老爸选义伟这一只，点数还可以换。喝完，然后喝完就会在这边选取是两点，然后换精品。那回去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开箱，拜拜。这只 GK 是我跟老爸去玩具店抽到的，超大意味。这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妞妈。因为现在频道已经有9400订阅了，所以我就是预祝10000订阅。那妞妈决定来抽这支 GK 送给大家，这是那个义伟手鹤，哦，这么大，超大，妞妈半个身体这么大。然后因为这个是 GK 嘛，那它一定是只能邮寄或者是宅配。有介意各自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不要参加这样子。那一定要留。可以收到的地址，因为这个运费大概要250左右啊。如果你继续啊，要被退回来，哦，我就不会再寄给你了。北部可以被咨询。如果有台北或者是基隆的朋友被抽中的话，那你可以过来这边咨询。我们这边是在基隆的市区，你可以跟我约时间过来咨询。就是如果无法咨询的朋友的话，那我们就是采用宅配或者是邮寄。反正这个是 GK， 然后它寄送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。那到时候收到货的话，它是怎样，那就是怎样。也是请大家在影片下方预祝我破万订阅的祝福啊，就可以抽这支。一定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公开分享，因为这个价值比较高，所以我因为严格审核每一个人的资格。那公开分享就是你要公开在比如说 FB 或者是任何公开的社群都可以。好，那希望妞妈赶快破万订阅，然后破万订阅就看到家送这支啊。只要频道破万的三日以内，然后我就会抽出得奖者，以直播的方式抽出。那直播方式抽出的方法可以去参考妞妈之前的直播。那我们这一台抽奖品都是以直播的方式，然后让大家一起参与。赶快订阅起来！好，那今天频道到这边。